我主线到底有没有卡住啊？有人呀！我还叫星辰呢。就很多人喜欢取那个名字。我们这里玩的那个游戏也叫那样。啊，忘记开自动了。这边一样极品以上。你们可以二体吗？哦，不行。其实我认真讲，我觉得我现在玩到现在，我觉得这些还是也是在比装备啊。我还有等级也蛮帅的。你是改名吗？这个没印象欸，这个。